又到了母女的反省时间，我在让你妈完全没有办法反应的情况下把麦克风拿出来。妈妈，你不要眼睛瞪那么大。你刚刚听完了我们在台湾西部采访的最后一集张兆基大哥这一集以后，然后一边听一边笑。我觉得你昨天已经在现场听了一遍了。你刚刚只是在听我最后抛出去跟大家分享的结果，你又听了一次，为什么还是笑成这样？你到底在笑什么，妈妈？很有趣啊，就是这一集这，听起来这不知道了，这对话就很有趣啊，但是不会讲。好，不然这个语言切换一下，那就往台语。安尼较会晓讲吼，今仔日是已经伫走环岛西部台湾的一边，咱已经出一边安尼。你知影咱总共走过偌济所在无？伊句甲你客气，互你摇一下。13，你是因为拄则讲迄个听迄集第13集对无？乌白来，中爱扣掉咱两个乌白拉咧有2、3集，所以安尼差不多10个啦。15。你变十五，变较少，毋是变较济啦。你伫烦哦，你安尼烦烦袂使哩。妈妈，你大概啊，咱若是去访问，出去访问了，啊去参观迄个农田啊，去拜访倒来，你拢会甲我迄个金条条，金条条就问讲啊，家袂创啥袂啥，那你拢会安尼遮紧张？好，我今日讲啊，迄想过工啊，迄想一工，才去处理即件工课，会行现场诶，你会落高去啊？啊，迄吼，逐个人诶，对方拢足精彩，讲甲足踏实诶。我惊你讲共落高去，所以讲啊，你着趁一级，要紧做起来。啊，即件吼，即个着是甲即、这个甲即个场当诶吼，啊，伫讲着是安尼，很有趣啦，啊，着、就是伊嘛讲甲足踏实诶，啊，着、就是。会感觉讲，真正伊诶经营遮尔啊久来啊，啊，伊伫甲你讲诶迄个话题，就是吼安尼，系啊，甲你那伫躲煤球咧安尼，啊，你一直沙无啊，伊嘛讲甲交流咧，啊，伊讲我拢听有啦，啊，实在真正是伊真卡踏实地，真正经营即个有机诶吼，做了真好，啊，毋过即马风台改舞一个，看甲倒位拢是草啊，啊，一寡鸡啊、铁鸡啊拢拆落来。啊！但是伊犹阁有迄铁架内底红皮菜啊，阁有一寡即个菜苗啊，还有迄个养一寡伊个种菜诶，迄个菜籽拢家己培养诶，所以犹阁有伫一寡菜苗遐芒啊，犹伫咧啊，枵诶拢吼当倒西我拆拆起来，所以感觉讲真正做这有机诶吼，实在是真正爱足有心投入，咱若无做袂起来，迄草足旺诶。吼，啊，即拢是爱人工诶。你若讲毋是有机诶，伊都臭壮壮啊，无都噗噗诶，噗噗阁发细长啊，阁壮，药啊阁生，工嘛生啊。啊，所以讲啊，迄修行诶物件肥甲野落，啊咪，即个物件都会水啊，要买都有啊，要食都有啊，要卖阁会好看，阁好卖。吼，啊，伊做这有机诶，都真正伊安尼，厝前厝后遐大片，我真正无简单。毋过，咱兜庄脚，你甲爸爸嘛是拢家己一片菜园啊，伫咧种。我嘛是定定，大概等于都是操作旺诶。咱迄嘛是算一种有机诶做法嘛。你感觉你家己安尼做，啊，甲看着昨迄种20年诶种做有机诶规片菜园安尼，你敢有感觉特别，互你嘛真想袂到诶所在？迄毋是干那想袂到诶所在，迄真正咱做诶。百外平，咱兜菜园啊，只有100块平，啊，都做甲草发甲都家己食尔，啊，佫有人嘿啊，厝边有蛮侪食呢，啊，伊是600外地，即种诶人工能力是爱用了偌济啊，吼，这真正足无简单诶啦，啊，伊即卖吼上届啊，互咱对伊诶感受，对伊做22年来啊。他都会讲啊，22年啊嘛，啊，伊会当讲做个好，因的事实啊，拢感动啊。本来是某翁仔某在做，啊，即马啊，事实两个后生嘛，拢等下伫斗相共啊。
啊，我讲，咱伫当场，咱都看去，因兜看嘛。因咧，这两个学生，遮尔啊，将才遮优秀，既然咧无伫外口啊，即卖社会科学较发达咧，一寡工业，伊无去伫外口发挥，伊当个跟随爸爸妈妈来经济个啊，产真正是互人受，真正感动，真正有机，真正是毋是听人讲讲个讲，哦，啊，迄都敢那嘿啊。真啊假的拢唔知道啦，咱卖想遐济，然后无遐容易就会当买到有机啦。大家嘛知影讲，有机是足艰苦种的，所以讲市面的人要买菜，伊拢讲，唉，无可能买到有机。真正那以前这叮当的吼，啊，伊安尼做较好事实，啊，佮有厝边嘛，伊嘛讲安，嘛有厝边啊，嘛有要对伊做啊，嘛要做伊落经营啊。这真正做个好人啊，真正食的人会信心，对有机的爱有信心，真正。妈妈，咱沿路拢是伫咧看田、看农舍、看农民，安尼开讲，按这种环岛，拢毋是带你去佚佗、去百货公司、去踅啥物趣味的所在呢？你回去会真怨叹无？我袂呢，这是上届我要。我想要行的路，我想要出门的所在，因为讲真的啦，对有机的物件，我自头我都真有兴趣。因为做囡仔吼，我都阮老母、阮老爸啊，较无咧做田。阮老母啊，阮迄阵啊无迄啥物化学肥啊，啊，都阮老母拢去打去喜阴工打粗，啊，我去割草。好，迄老阵啊七八岁尔，我都拢去田咧田花割草，打当个倒个规堆。啊，阮啊去捡牛屎，等下熬迄个饭落啊，种阮老母爱种菜，啊，阮老母爱田的肥，迄当阵无我肥，就是去啊西屯戏园去共打迄大粗啊，等下破安尼。啊，即马迄我感觉讲迄就是有机啊嘛，伫即马伫讲有机，我就讲哦，当初迄阵啊迄种就是有机，后来有化学肥啊，哇，足轻松个啊！阮老母就讲啊，咱吼人拢咧载一包一包，人咧买，迄个药吼免安尼打甲要死啊！咱嘛吼欠些钱啊，我都伫买菜园啊买，加减有吼来买一个药，啊，较免担遐济，遐济苦餐吼安尼破足艰苦。所以人阵啊，阮就感觉讲，嘿，有影安尼甲看我，到后来才知影讲，哦，有机甲无有机差别伫倒位，真正即卖无用病遮尔啊济。就是这些化学、这些垃圾食物有所害，真正啊！所以你原本就对有机有兴趣哦，所以这种环岛的行程，让你感觉嘛有意义安尼的对。不是干那有意义，感觉真正，让我看到讲我用过啊看到的有机，家己我捌代，迄当阵啊应该讲没有捌代志嘛。像那七八岁，啊，离我十外岁，伫国外去做山，哦，黑嘛无黑肥，哦，啊，过来，过换我啊，过做田的时阵，迄阵啊都拢野肥啊，来过田遐，我就讲，哦，啊，这野肥加足看我诶，这肥安尼野拢唔免讲安尼吼，哦，直接去来用什么话来野落田底安尼，都肥野野诶，啊，底草这。吼、哦，野嘞，啊都唔免阁捡草木呢，唔免阁收草啊，哇，几足看啊我啊，所以我就足想讲，这吼、哦、人生光阴就是安尼的转变，会变到即卖呢吼，做田足看我诶，拢机械化。啊，今日甲大米出来行即转吼，我才发现讲啊，真正嘛，犹阁有咱原来传统吼诶、哦、生活甲经营，即个。原本拢要有的所在，真正感谢大米。哈，你安尼讲，我做你查某囝来，好意思？因为你也要招我出门，因为你有给我这个机会出来开一下眼界，讲我即卖已经六七十岁人啊，啊，想到因过啊囡仔迄种经营的方式，甲即卖，给我看讲。啊，金融方式拢已经变啦，都是拢说垃圾食物啊！你讲米，迄有诶煮饭嘛，捌新闻捌报告过啊。迄米饭底来食，讲有拢有味啊。迄都是甲迄个米要爱水，要爱好好食，行伊歹，
所以迄已经用一届买啊，第二届甲第一届买啊，两届药啊用唔免洗，应该是唔免洗，因为伊惊伊讲吼歹去，会乌斑呢，会歹去，啊是痰吼，我都冻两礼拜、三礼拜，所以讲药啊无去洗都袂使，所以这种的米得食。后来我真正我人讲食有机的米，我足想要买，我就是甲我一个。跟我一个在外口听听到的人讲的，讲你卖戆啊！什么要大家买有机的，迄拢嘛骗人的。伫即句话了后，经过无外久新闻报一个啊，新报一个消息讲吼，有机的吼，无影是有机的啊。去查了后，记者去查了后讲，伊这个有机的卖有机这个农产品的人是去改，真正是去改有有机。申请的迄个人买迄落啊，买伊落啊来装伊无有机的，吼、哦，唔是有机，无是有这个有机的无唔对，但是这个唔对的人是你无种有机的，你讲买人有机的落啊来对，是安尼，我就讲吼、哦、啊安尼这有机足少的啊，当然啊无当去买，所以讲我尽量菜啊忙办忙食，我都是袂去买外口的菜安尼，嗯。在做过田，特别知影讲农药的可怕，对吧？吼，对呀、啊，农药真正足可怕。我讲，嘿，你若看伊啊，稻也好，菜也好，菜是糖较济啦，啊，那稻是盐啊。你也看吼，迄、那个稻啊，你个田路边个行个手个掰开吼，你若看到稻啊有盐啊，你若无随说一礼拜，稻啊都疏朽，足紧的。啊，你若个洗嘞，吼啊。今日去洗，明仔载水甲淹落，你去水尾甲看吼，流出去迄水，规个拢白泡泡，拢是盐啊！洗落伊就水杀死啊，足紧的。啊，你也想讲迄会残留伫稻啊面顶的对啊？伊唔油啊，唔但残留伫稻啊，流落迄水嘛是拢要油啊，佮流甲倒落，就是讲要种有机的人。咱即卖呢，经过听一个人讲，有人就是讲，厝边头尾嘛爱做有机，咱有问过嘛吼，咱就听人讲过啊。厝边头尾嘛爱有做，伊若无做，咱伫伊个水尾，伊个水流落，咱嘛是闲着嘛无有机，或者咱嘛有听着讲啊吼。所以我甲你讲，迄油啊洗落去流落，迄水直直流落，流甲底一区，流甲啥物人个田呢？迄嘛是拢要油啊。伊若咧种有机，安尼伊嘛无多算有机。农药是足足厉害、足严重的物件，尤其是吼，那种迄叫做啊番麦啦，吼、哦，迄拢放农药，放迄叫做迄个药啊，像迄药啊讲袂出来，拢放农药，伊毋是用洗，伊是甲放伊土底，放伊个头，伊番麦种落，虫会对头甲食害，迄就是讲个别个个。这细长诶，番麦长个遮害，伊就惊伊爬起来，伊就吐到个黑啊，黑落迄个农药毒性有偌长，你听看麦？伊伫只细长，伊就个黑落啊，伊就顾伊个长，顾伊个长，顾甲伊迄番麦生个遐悬，佮生水水，佮生个好白，会用去挽来食。迄个时阵，番麦拢个袂歹，番麦长拢个佮足水诶。吼、哦、啊，你个看迄农药有偌可怕？嗯，好，妈妈，咱的行程，咱环岛已经行到剩四分之一了呢，剩一礼拜哦。啊，你会感觉安尼时间过了真紧哦，剩一礼拜，你也真想要回家未？不是讲真想要回家，就感觉讲，要得个想熬一站，佮拄到这个人，伊的情形。吼、哦，啊，搁听看咧，啊，搁看伊个啊，有迄个农作物，搁看伊个咧产的啊，我看，安尼，吼、哦、啊，拢个行个头，你有安排，我拢个想讲，啊，都期待个行个头，安尼啊，终于有看有这哪只啊，咱要食拢有迄个信心，甚至要食个真真正正有诶，咱会有对象啊，安尼啦，嗯，感谢。妈妈，你比我拢较好做节目呢，我拢是伫咧忙开讲，啊，你拢会有一个头，有好头好尾安尼，一个
开始啊，做礼貌的结束，你连对查某囝都安尼实在是听得怪怪。我要甲食倒，我袂去互你，我袂去互你，谢谢。啊，我是要对哈、哦、啊，有听到有缘听到这节目这个福音的人哈、哦，讲一句真正，咱爱有信心要食啊，唔免烦恼啊，买着假，唔免烦恼食着。有害有身体有害也是健康的问题，甚至恁哈、哦，咱无咧广告的，咱即撮的行程咱无广告的，甚至你用去吹哈，吹、哦、到真正有诶所在，因即即马科学发达，甲都唔免去到教会买，哈、哦，啊，都彩配，即马足方便的呀、啊，嗯，谢谢。值得信任，台湾是一个好所在。谢谢大家，这集唔是叫做欢庆，这集叫做。米妈回味无穷篇，好，拜拜，继续故事车环岛喽。